下我今天的穿搭。这件白色的洋装呢，我是在尼斯的小店买的，我加上的是在另外一间小店买的亮皮的粗腰带，然后我背的小包是 Simbono 的 Vegan Leader 的水饺包，很优雅又可爱。那我另外加上的还有巴黎风的丝巾。妈妈今天也穿白的。Bonjour。今天在巴黎的行程是相当的 chill。那早上的话，我们想说先找一个好吃的可颂配咖啡。今天就不吃饭店早餐了，因为这一周吃饭店早餐下来，觉得早上吃一次就觉得太饱。上午会去巴黎铁塔，想说穿那么美就去拍个美照。那中午的话，我在台湾已经预定好一个蛮有名的米其林一星的法国菜。下午的话，可能就去百货公司逛一逛，因为这边法国的白天实在是热到爆，所以基本上近中午的时候真的是躲在外面真的会快中暑一样。好，那今天也会拍一支 vlog 给大家看，耶！他这边有 croissant 哎，croissant 吗？要吃吗？好像可以。Thank you。室外区。还是你要坐外面？坐外面。嗯。Can we sit outside? Yeah. Okay. Pancake with sugar or Nutella? With sugar. What is sugar? Sugar. Just sugar or Nutella? Oh, sugar. Yeah. Sugar. Sugar. Oh. Oh. No sugar.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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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tella. Or honey. Yeah. Nutella or honey? Yeah. Just honey. 刚刚那个女生一直在问我们的那个 crabs。要加那个 sugar 是什么？ sugar 一直听不懂是什么。然后我刚刚还问他可不可以给我加 egg， 我就一直讲 egg， 然后那女生也听不懂 egg 是什么。我就是想吃蛋，但是他们这边早餐呢，通常就是面包配咖啡，不会给你加蛋的。我们点了 cappuccino， 然后还有 croissant， 里面有什么吗？我就 plain croissant。嗯，好不错吃啊。点了法式薄饼。因为他刚刚说要加什么 sugar 还是 Nutella 嘛，然后我就说我不要，有没有 honey， 所以就只有 honey， 然后就变成这样子。本来想说巴黎的第一个早晨就是可以像一个巴黎的贵妇一样悠闲的吃可颂，但是目前的体验不太好，就是还不爽。嗯，蒙子啊，法国的什么特别节？我们街上有一些坦克车啊，军人。然后民众会很热情的找他们拍照。我刚刚请教了谷歌大神，7月14号就是法国的国庆日，纪念1789年的时候，巴黎群众攻克了象征封建统治的巴士底狱，因而揭开了法国革命的序幕。原来是这样，所以今天呢，就是他们法国人最最最重要的节日。好酷啊！是我们现在离那个法国总理非常近，隔壁条街。
我们现在遇到了大问题，因为遇到法国国庆，然后我们所在的这一区全部都被 block 起来，道路都没有办法过，连 taxi 也都看不到。不光是今天本来要去的埃菲尔铁塔凯旋门都过不去，连我们今天中午我们订的米其林一行订了12:30，本来有很充裕的时间可以过去，现在都觉得可能吃不到了，因为剩不到半个小时，现在我们都不知道路要怎么过去，我的妈呀！我觉得现在很多旅客也跟我们一样，都不知道怎么办。现在时间早就已经超过我们预定的时间，我不知道米其林餐厅会不会帮我们留位置。然后我们现在超扯，因为我们饭店在凯旋门那边，我们竟然徒步走来了罗浮宫，等于是我们绕了一大圈，然后现在都还走不到餐厅，太扯了。我们从11:00走到现在，已经下午1:00，整个给人家 delay 了40分钟。希望他有帮我们留位置，然后这家餐厅一定要很好吃，好吗？毕竟历经了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啊、哦，我们终于走到了，他就是 Auguste。喂，光是这个小点心就感觉很厉害，那这个一个套餐39块哦，所以它有包含前菜、主菜跟 dessert。我们看不太懂，等一下就直接点餐。Hi. So what is the main course? It's a fish, and the other is. Okay, and the other main course is. What was it? The one is for chicken.For chicken? Yes. 那不然就一个鱼一个鸡咯。对。Take each one. 是一个长相很奇特的脆饼，还有番茄的小塔。非常难得的，这个面包是热的，外酥内软，然后那个奶油看起来很赞。嗯，等一下吃了就知道是什么。然后这边有一个汤，嗯，很好吃。它是生鱼片，然后搭配一些蔬菜、番茄啊、沙拉叶。重点是它的生鱼片肉质好鲜美，切得很薄。哪里来的？嗯，我们也是台湾人。嗯，它的鸡肉感觉相当的美味，配上一些酱汁，还有马铃薯泥。嗯。嗯，它的鸡胸肉即使是用胸也不会感觉到很干柴，所以它一定是用苏北的方式低温去烹调，所以切开来的时候鸡胸肉还是很嫩，搭配这个酱汁它其实是偏比较重咸比较浓郁的。May I ask what is the sauce? Sauce is apricot sauce, hot sauce. Apple sauce. And we have shiitake, is a mushroom Japanese. Oh, shiitake. Oh, 应该就是日本的那种 shiitake 菇嘛。嗯，是蛮细致的，不是法式的蘑菇酱。点是莓果的 sorbet， 然后配上一些新鲜的葡萄啊、蓝莓，是非常清爽的甜点。它不像一般传统的法式甜点是很死甜的那一种，对，它是经过改良过的现代的甜点，搭配一些花瓣啊、一些饼干，让它的口感是非常的多层次，很好吃。嗯，难得把甜点吃完。真的，对啊，好吃。
今天米其林餐厅旁边坐着一个小帅哥台湾人。Hello. 很开心。对啊，没有想到在这边遇到台湾人。然后自己一个人在巴黎已经一个礼拜了。大概第三天。第三天，哦哦哦，好，那祝我们都旅途平安。平安。刚刚那个餐厅还算满意吗？哦，太满意了，好好吃了。即使走了快三个小时也可以，也可以。我们现在饭后漫步到巴黎铁塔这边，埃菲尔铁塔。这里是它的底部，但今天好像没有开放入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国庆日的关系。哇，近在眼前看起来相当的宏伟，但我必须说近看真的没有很漂亮，因为它就是由一些钢骨架而成的，但往上看觉得相当的厉害。好会摆哦，一二三，啊，好，可以，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对，再转一次哦，一二三，哦，这个好，嗯，啊。你不是很怕太阳吗？啊，已经放弃了。好热哦，受不了！为了这几张，啊。今天晚上也想说简单吃吃就算了。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房间，我们现在东西有点多。那这个是我们的 toilet， 厕所还蛮大，而且它是有自然光线。刚买的绿橄榄酱，很香哎。好了 刚刚买这四盒优格才1块多欧，台湾要吃到好吃的希腊优格还要3-4倍价钱，这样也好吃吗？我们早上这样随便乱吃20几块欧，刚刚这样买一堆才20几块。